这以创作的才华哈，我想真的不用多久的时间，他应该可以慢慢的把这些慢慢的一一处理掉。我相信他的能力是绝对足够的。我是准备讲哦，我十年的时间，65嘛，加十七十五。这期间里面，但有些在座朋友，你听了可能会害怕，长你这个眼花，可能会害怕。但是，林先生呢，林鼎先生有规划了一系列的东西，想我们两位想会来开创一些新的思维、新的事物，然后在这里面，尽量帮我，希望能够早日跟在全省所有朋友们大家清清楚楚，大家比较感觉的比较想要知道的问题，所以趁着今天直播的这个来把它跟大家做一个说明一下。相信我首先要请教这个林先生，你刚刚你就说了，你搞的话什么背景不好，还厉害厉害，你该拖下来，你根本不会啊。因为大家互相斗相共，这是应当的。我的过去，我要强调一点，就是说，我的过去我并没有参过任何的帮派。年少的时候混过，这个我坦然以对。就是我之前一直接到电话，那某咪人要听你遐透动的啊，身价超过百亿呢。白银应该进入这个台湾富人排行榜有白银这件事吗？谢谢媒体们的关心啊。其实这个只是一个数字。过去我在那个海外，确实经营的事业是有媒体所报的这些数字。能做的生意都是两岸三地，债都是留在那个对岸，全部都是数字。那现在要也很困难。PGTalk， 我只是一个顾问而已。不是头家？没有，不是。大哥，我是头家呢。这个千万大家不要误会，我只是一个顾问，但是我准备投资的已经在走程序。然后 PGTalk 要不要跟碰个合作？但要合作，这个也是他们公司高层去协调看怎么来做。但我会以顾问的身份来看能不能促成。如果能促成，这也是一件好事啊。电视台现在电视环境也不好，大家经营起来也非常非常的辛苦。那很多直播主也是靠自己的力量在拼斗。所以台湾是一个可爱的地方，你想 King Park 总是会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天地。但是问题来了，我已经65岁了，所以对林鼎文先生来讲，这是一个很大的负担哦，你要救一个老人哦。其实不会啦，那个以碰哥的才华哈，我想真的不用多久的时间，他应该可以慢慢的把这些慢慢的一处理掉，我相信他的能力是绝对足够的。我是准备讲哦，我十年的时间，65嘛，加十七十五。这期间里面，但有些在座朋友，你听了可能会害怕，长你这个眼花，可能会害怕。但是，林先生呢，林鼎先生有规划了一系列的东西，想我们两位想会来开创一些新的思维、新的事物，然后在这里面，尽量帮我，希望能够早日跟在全省所有朋友们大家清清楚楚。我们初步的计划会是这样的，跟大家报告，就是会把一个长片，大家谈到电影，我在家里买个八点零啊，一个假的，你好，很好的，你还是挺好的。那这个电影跟一般的电影不一样，而且网络平台上面，然后做一个连续性这样子来做，所以就是大家好像来看一个影集一样的，慢慢，那像微电影。对，您先去负责这一块，我来负责前面这一块，我们两个分工合作，它就不会产生那种挤压、跟无谓这些问题。我能做的，我
装的，我可以把它化为这个东西，然后交给林先生，那后面事情